里面狂轰滥炸的呀，你这么一会把我给炸死了，我是真服了，我是真要死了呀，你看看你看，我真服了，谁在那制霸天下呢？我要说话了。Hello， 小伙伴你们好，我是瓜哥，欢迎来瓜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镇的地图呀，哎，哇塞，这边居然有 KFC 啊！我最爱吃的就 KFC 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平常喜不喜欢吃 KFC 啊？我每个礼拜基本上都要吃一次呢。记得小时候的时候，爸妈最喜欢给我买 KFC 吃了，特别是那个鳕鱼排啊，我最爱吃了。嘿，店员，哎呀，怎么只有可口可乐和炸鸡腿啊？这两个我都不爱吃呀。要是有个鸡翅就好了，还真怪饿的。哇塞，这是谁的套餐呀？我要是有这个套餐就好了，一中午都可以吃饱了。去外面再看看，哎，这旁边居然还有麦当劳，这两家开的也太近了吧。要是平常遇到这两家这个炸鸡店的话，小伙伴们你们会去哪一家呢？吃完了这个烤鸡以后，还可以来这个蜜雪冰城呀，来蜜雪冰城里面买一杯好喝的这个柠檬水啊。嘿，看看他有没有卖柠檬水啊。诶，居然没有卖经典的柠檬水啊，这个地图做的还是不行啊。蜜雪冰城最经典的就是柠檬水，小伙伴们你们说对不对？后面还有好多呢，我们下次再来逛吧。Hello， 小伙伴你们好，我是瓜哥，欢迎瓜视频。上次期视频的话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图呀，参观了 KFC 和麦当劳，还买了一杯蜜雪冰城喝呀。不过发现蜜雪冰城里面居然没有我们最喜欢的柠檬水啊，真的太可惜了。不过旁边居然还有一家这个一点点呀，一点点我也挺爱喝的，看看他们卖什么奶茶，居然有珍珠奶茶、抹茶奶茶、香芋奶茶，哎呀，还有一点点店长证呀。不过我可不想这些上班呀，每天坐着多累呀。旁边还有一个服装店呀，要是这个吃饱了还可以来这逛一逛呢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皮肤呀，不过最喜欢的感觉还是这个皮肤呀，感觉仙气缭绕的，穿上它感觉自己像一个仙人一样。女生的话肯定更喜欢这个铃音吧，还有这个小雪球在雪地里面也是非常的可爱呢。旁边这里还有好几个皮肤呢，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的皮肤是哪一个呢？看一下他们这些皮肤都卖多少钱啊。哎，怎么没显示卖多少钱呀？哦，这写了，直接买这个气球就能变身了，我买一个来玩一玩。看我现在就要变身了，变身！嘿，我现在就铃音喽，太棒了！哎，不对啊，我是个男生呀，我怎么变成女生了？呜！Hello， 大家你们好，我是瓜哥，欢迎来瓜视频。上期视频后，我买了一个铃音的皮肤呀，你们看，现在我就变成了一个女孩子了。算了，那今天就当一天的女孩子吧。
哎，这旁边有个宠物店呀，女孩子那可最喜欢宠物了，进去看看都有什么宠物呀。哇塞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些宠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宠物不应该是猫猫狗狗小兔子之类的吗？怎么是一些小熊呀小恐龙呀？那回家不要吓死呀。这边有个小狐狸当宠物倒是挺不错的。哎，上面居然还有一层楼。哦，原来上面是办公室呀，办公室就不进来了，我们还是去外面再看看吧。这旁边的话怎么还有一家卖车店呀？旁边有好多电动车呀，随便骑一辆，哦，出发喽。哎，这有彩票店，小伙伴们最近有没有发现路上刮彩票人特别多呀？你们有没有刮彩票啊？不对哦，未成年人可不能刮彩票呀。小伙伴们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刮彩票，除非是爸爸妈妈带你们一起去的哦。看看这个彩票买了是怎么使用的呀？大吉，来来来，开开一个彩票看看。喂，打开，哇塞，获得了500块啊！看来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呀。小伙伴们，下期视频再见喽。